啊？你吃屎！你欠揍啊！你为了。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I knew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cue.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's game. Signed up for the Hall of Shame. I wish I knew. A few moments later.笑的时候眼睛不要动，扬起眉毛，停止微笑，这就是超模。你吃屎！你欠揍啊你！哎，敲敲敲敲敲，扭扭扭扭扭，右上左下开，摸头转手开，转下开，右前开，上手摸下来，往右转，开手抬腿上下，没。
孟子啊，找到了，你找啥啊？你干嘛？我丰田啊。坤大爷，不要鲁学瑞。啥？啥了？我是大姐姐，我智商140，智商多少？跳高。22、23、24、25。跳远。26吗？26还是？金牌。来来，擦擦。I'm sorry。好。你要准一点，我就顺着半年金币桥，绿茶下去，一杯，那个茶是左右一种，好了，好了啦，完了，一脸，哎呀，有，没有色，没有色，有，没有，他脸真的很小啦，对，哦，很漂亮哎，我在发带上，好看哎，漂亮，快讲。很好看呢，好看呢，有像那个时候世界杯的杯赛的概念。对，国家真辛苦，深呼吸，哎，小心，举枪，预备，攻击，攻击，哎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看到没？他反而把那个恶臭真空枪戴在头上，很吓威了一个。好，看到了，出现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想？大哥，大哥来骚扰。大哥还要做偶像哎。应该是酸酸的，麦子酱的味道。大哥。哎，等下，里面为什么有一些已经有工作人员？工作人员的才不行呐、啊！工作人员内裤哦，还有内裤，真假的啦！哎，你们可以玩快一点的吗？哦，你好恶，我已经有闻到他的屁味了，他帽子卡住了。真的不行，快点！什么？啊！那叫我们快点！啊！对，我要去抽！哦哦。